谢谢。给帅帅来个侧写。你要怎么样了？打个招呼了。Hello，Hello。这个是自己。刚开播啊，欢迎大家。谢谢，不要欺负我，点亮的粉丝团灯牌。谢谢宇子，刚来的朋友帮我们点个粉丝团啊。这里压脚背的拍一下。动，非常动，特别动。这个美女来，这个耳钉可以摘一下了。哎，你对，绿宝石、黄宝石、红宝石啊，知道吗？十万。对，分班了啊。嗯，莫小贝。现在这个是资格班，嗯，资格班，嗯，唐慧宁跟小优都不在这个班，小谢在这个班。轩轩不在这个班，小谢在这儿，小谢，小鼹鼠是谁啊？小鼹鼠。莉莉在哪个班？莉莉又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多新人我都不知道啊！一个班20个，对，分开了，就在里面。他们一班已经开始，一班在二的啥？你们班也配个男老师上网工呢，专门试腿的。廖老师很好，对，廖老师非常好。廖老师试腿试不动吗？廖老师让我们三人一组试。廖老师什么？廖老师让我们三人一组试。自己试啊？试的没感觉啊？没有感觉。这是资格班，看一下李嘉轩。李嘉轩我都不晓得哪个班。李嘉轩在哪？李嘉轩在哪里啊？李嘉轩在这个班。资格班。有人要看你。有个叫豆客的，豆蔻。刘佳丽不在这个班，在喜悦班。小优也在喜悦班。这资格班，来占个位置啊！然后要用手，看到没？用手机啊，然后左手去扶着他的膝盖。当时来上去的时候，用你的肩膀，看到没有？用肩贴他的脚后跟，然后把他怕摆正了，不让他去掀屁股，明白吗？慢慢来，不要一开始就使劲啊，不要弄大了就把他。一定要后背啊，不要腿部的，不让他松，看到没有？快点！
看东哥的吧。我们把赞点起来啊，把赞点起来，点到5000赞好吧，5000赞去看其他班。前边那个哭了，没有哭的，还没开始了，还没开始，刚开始吧。我们看小谢帮别人怎么搬腿的，等一下就怎么搬他。屁股都没落下去了，腰力子，长沙下雨，连下了好几天了，很多地方涨水了。这个女孩长得好看，那肯定啊，小谢了，那是吗？废话。要拉上去拍他们，他们都在我们教室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孤单的。拍你有流量些啊？拍你有流量一点。谢谢，喜欢小谢的帮我们，对，小星星送起来啊！谁在五教室啊？唯一啊，然后他们都在五教室，除了我，小鱼也在五教室。是要把你们分开了？把你们谁好像也在那个学？他们在六教室啊。没有，让游老师给他们6个人上网工去了。对啊，你想去吗？我不想去。可以把你带过去了。我玩具。大家帮我们点个粉丝团灯牌啊！这是我们的小谢同学，这是几教室？一教室。我们到5000赞啊！这是长沙口音，是的咯，你说一下长沙话。长沙不行，我说话好难听。那你的口音这是什么？说的普通话不？有点。你会不会说标准普通话？没有，但是好奇怪，但是好奇怪，这就是我们湖南的特色啊，说的普通话。早上要多久？我有点累。谢谢关哥送的星星，有没有给小谢送墨镜的？眼睛要睁不开了。1100人。这是一个专门看小谢的视角，1300人。怎么把我拍得很胖吧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拍瘦。你们看，最近长胖了。长胖了？胖了多少？怎么还那么胖呢？几两吧。你来说胖了2两。你是每天吃啊？是啊，肯定吃饭啊。那怎么会胖呢？别人都瘦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？长肌肉了，长功了没有？你来了，觉得有进步吗？有进步。谢谢送的墨镜。谢谢送的墨镜，进步还是蛮大。是吧？要考个好成绩了。雷雨欣，雷雨欣在这个班吗？这里。在哪里啊？雷雨欣，来抬头。
刘雨欣在这里。练功偷懒了，脚跟要给它压住，这样子的，腰要立直。周慧在这个班吗？我在这儿。哦，周慧在这儿。小谢有进步，有啊，要加油。好的好的，可以叫雷雨欣说几句话吗？他们在上课。我怎么说几句话？想听啥？想听啥？转一转。那我就转一转了，还有给小。对面在撕腿，有想去看的吗？有没有想去看的？对，这几天才分班考试，转一下。有想去看隔壁撕腿的，请扣一。请扣一。有想去看撕腿的，请扣一。手拿开呀！打的这么大，刚吃的饭捂了，真的。你给他撕个花花不好，我建议必须给他撕个花，我都太想了。真的。大家一直不是说只有男老师在撕腿吗？我们也女老师也是一样的，很强壮。看一下我们女老师的肌肉。看李成月，李成月在这个吗？李成月在这个班吗？李成月，李成月在这个班吗？哦，我在这个班。啊？我们班没有这个人。这个美女漂不漂亮？1500人。这个美女漂不漂亮？没有脸。这个美女太小了，知道吗？无脸。要让她多感受一下镜头。啊。我们学校就是美女多。刘佳丽在隔壁，我们现在去看隔壁撕腿啊，大家稍等。撕腿一般都要上5000人，我们现在去看一眼。看一下。哎呦，快点，踢完了，上腿了，走，下来，踢完了，来走腿，走。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啊？来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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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肥套餐，减肥套餐啊，减脂、瘦脸、瘦手。来，注意下来一个啊！下一个，没有打完胯的，没有劈完腿的，没有劈完腿的，别看我。哎，唐慧玲在这里，唐慧玲哭了没有？我刚差点哭了，但是我憋住了。你还没撕腿的吗？我撕完了。撕完了再撕一次吧。我不想再撕了。刚才哭的最声音最大的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你们班的你不认识啊？好，这是我们小唐唐慧玲。完成的，中间放长腿，一拍形成，50次，对。来，你准备六七六七，一，好，还有49次啊。开始。好艰难。什么？好艰难，好痛。中间，
搬到位啊，搬到位！哎呀，你快呀，搬镜子呀！别对着我！对，走走走走，不对啊，我说了，堂主都不少啊，从边上走。没有往前捞，就说，哎呀，不能停。对了，你看你翻不了，有问题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是干嘛干嘛？这分班的第一个完工，谢谢。看看我们胖胖，胖胖打个招呼，特别自信，你看，特别棒。猛唱，看一下别的班啊，拿起来去踢，拉就有，拉就有的软度解决了没有？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啊！你摇在哪里啊？快快快，看一下座椅。这咋了，注意啊，这是注意啊，这个花也够硬的，等一下来看看，等一下啊，看石星星小优，好的好的，今天都有啊，全是人。
们现在换个班，你看看，你看减肥减不下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就主要是脸吧。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吗？有没有知道他是在干嘛的？为什么把他包起来？有没有知道的？瘦脸，对对对。看一班，我们今天没有一班，我们叫喜悦班、知和班、凌云班、子恒班，还有一个星星班。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的，品牌班啊，喜悦。哎哎，干嘛呢？在这。小鹿，你在干嘛呢？刘佳丽在这个班，我找下刘佳丽。下面是一个电话，把那个绑上，掰成四条，快点，三、二。有人要看你。有人要看你。先把这说完，打不过就吐口水。对，班主任啊，是场上没有海老师。来，不是黄宏毅来吧？不行，上，先上左边腿。为什么不行？石星星，石星星，等一下，在一教室，我们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看。唯一在校长班，校长班有六个人，对，在隔壁。本来是我上课，但是我今天要直播，几天没播了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这里是艺考生的日常生活直播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。铁粉们可以帮我们加个粉丝团灯牌。吴晨曦也在校长班，唯一在隔壁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唯一啊。是的，小优偷懒了。小优，别偷懒啊！粉丝都叫你偷懒了。小优在哪里啊？哇，小优在这。哦，等一下，放垫子去了。搬得动不？我们去看一下。唯一，轩轩。只有六个人，唯一在这。这轩轩，大宝贝，六个人上课好不好玩啊？数一半，因为你最短，这个解释合理吗？别推着我，好痛！不痛，我要你干嘛？说废话。专门挑了六个人，今天新开的。你还不爽？为啥一撕腿就受伤？那要注意了，是不是撕得太严重了？那可能韧带有问题啊，一撕就伤。听说唯一还胖了，唯一要减肥，唯一要减肥，是要减肥，就一直看着这个吧。九美为什么不跳？打造品牌啊，六个专业不一样的。那轩轩零基础，你们看一下这个。零基础的孩子，我们的
大宝贝，大宝贝加油，大宝贝，大宝贝，来踢腿，看大宝贝踢腿，来，大宝贝，高不高？比我的高。来，我们打一波，大宝贝加油。林吉说：“才来半个月，才来半个月，腿已经……谢谢。”对，大宝贝。原来四万踢的高度吗？1.73米。打个招呼，墩墩。这么害羞，这怎么以后带你出来混啊？石星星，等一下啊，看完这个班就看知和班，廖老师的班。曾雅倩，吴晨曦，吴晨曦在这呢。来，吴晨曦，有人要看你，我看是谁要看你。一个，这是好像没名字，一个笑脸，有点像那个符号。把头露出来了，舍不得露脸啊！这又不疼。等一下，再照顾。大家帮我们点波关注。有没有给唯一戴墨镜的？谢谢。大美女啊，唯一。思涵，对，是他。红三爷给你刷星星。两百个。看前面。别抓我啊！抓我。大家帮我们点个粉丝团灯牌。谢谢圆圈圈，没有开，没有开，自带的。在偷懒，小谢在哪里？周辉，对呀，周辉，周辉，周辉，快一点，别墨迹。小谢在这呢。他们说你在偷懒。没有。啊？没有，谁呀？别。刚才播唯一被封号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播唯一被封号，你这么开心啊？他就是踢腿啊。
送了两个墨镜，别人就给他封了。叫惠子老师晚上多吃点。好的。谁男朋友打我？嗯，这个听话，你看没点反应，生无可恋了。就播小谢。小雅讲要，昨天讲要想七八号过来吧，说在老家陪他奶奶。哎，你们那边是在干嘛的？一个来，每个人都得来。女生叫什么名字？就是你练在哪里？腿啊，给他们撕腿。看喜悦班是吧？好，等一下啊。这个腿看完啊，撕完我们看小谢。来，大家帮我们把赞点起来好吗？点点赞。新来的朋友可以加波关注。老朋友帮我们点个粉丝团。好，等一下啊，一个先看小谢，小谢同学，你不要偷懒啊，别人都讲你在偷懒。我没有偷懒。你没有偷懒。完了，搬后腿。怎么办？搬后腿你能搬起来吗？好，我好恶心。对呀。我现在开始吗？还是直不了。嗯。能搬起来，但搬不直是吧？小谢和小雅一样偷懒，小雅是偷懒，小谢应该还好。对，他讲他不偷懒，就是知合班。小谢是班花吧？那不知道呀，这个班很多漂亮的，你看。没有。很多美女。等我腰没撕开了，我就来撕腰啊！我看谁没有活动开。谢谢张胖老师了，想看看张胖老师现在晚上没课，应该在办公室。王昭君，王昭君不在，已经毕业了。王昭君，你还不快点！推推，你是男。哦。哦。瑞莎，你要注意啊！到底啥？大家帮我们把赞点起来好吗？我没开啊。这个是小谢，不是韩。
是的，白色裤子是暴汗服，是他们减肥用的。来，三一开始准备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九、六、七、八、加油！小心，好瘦，还不错。等我们摔摔。我少干换钥匙，点到一万好吧，点到一万张，一万张换钥匙，点到一万张换钥匙。小鱼那个吧，好的好的，好的，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、哦！我们这里是艺考生的日常生活。喜欢看主播直播的可以点个粉丝团灯牌，点个关注。这个黑衣服的好厉害，是的。黑衣服的不是啊，有个同学穿的衣服不一样，不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一般有，我看看唯一。刚才就是看了唯一，然后被关了，被关小黑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来，我们还想留在这个班看的，请扣一；想换班的，请扣二。留在这个班的请扣一，想换班的请扣二。来，准备三人。小心，石星星在这，石星星在这。石星星，打个招呼。看到了吗？零九，有个叫零九的是谁？哦，来大咖了啊！玫瑰公爵，好，先去别的班，大家不要走开，我们一个班一个班看好吧。这边有人看吗？隔壁在撕腿，来留在这里看的请扣一，想去看撕腿的请扣二，留在现在班的请扣一，想去看撕腿的请扣二。大家都是喜欢看撕腿是吧？稍等。辣椒油啊！哎呦，夸好多了是吧？九、三、一、六、四、三。辣椒油，我们给辣椒油打一波，加油！这是辣椒油，辣椒油。老师，我蹲了还跑步了，为什么夸还是这么痛啊？再多踢啊！踢腿，踢腿去！怎么还有打漏油的？Thank you.
刚才不知道，刚才人气太高了。看唐慧琳，唐慧琳在隔壁。胡杨在隔壁，进来赶紧抱一下啊！当老师真好，你们以为老师不累啊？都一身的汗了，这么多人呢，你们看看，每个人都要撕大腿啊，很累的。女老师，对啊，女老师也累。这里还有男生。看看我们男生。男生还可以啊，挺坚强的我们男生啊。我们这个男孩挺坚强的。涛哥又胖一圈，涛哥是又胖了。看看皮思雨。今天晚上是不眠夜啊，不眠夜。在这里，唐慧琳，好多人看你，唐慧琳，来看搞笑女，翻过去，走，哎呀，翻不过去，走，哎呦，那酸爽，前后三十不行啊，赶紧，太长了，看折折吧，这么长我都不过，好，等一下看啊，快一点，真的是毕业生，长的也有感觉啊，长的有感觉，这么长干嘛？翻过去，神经！哇！快点！好痛！要换班的请扣一，不换班的请扣二。换班扣一。周玉香。周玉香在前面。周玉香在这。要换班的请扣一，不换班的请扣二。又看唯一啊！刚看唯一，被关了。太大了，周玉香，拿走，换班啊！大家不要走开，我们现在换班。刚才看到的是我们的凌云班，这是子恒班，也是我们的流星舞班。这是我们的星星班，星星。长沙又下雨了，稍等啊。陈瑞莎刚从陈瑞莎一教室过来。每个班都厉害。看看刘嘉丽，刘嘉丽在这，来，这个，一个叫山，到你嘞，
又看轩轩。小优，有看小优的吗？看看小熊，看亮舞会，亮舞会刚从他班上过来啊，这就是我们一班。小游这边我不敢进点看，因为刚才被关了。看看赵军，赵军已经毕业了。进点看佳丽。看瑞莎，瑞莎在一教室。我真的没劲儿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九美艺术培训学校。小雅去了，小雅回家了。回家，因为出了成绩，她回家填志愿就一直还没回来。萱萱在隔壁。这个要出成绩了，每个班都要出成绩啊。刘佳丽加油，好的，你要不要给刘佳丽送墨镜啊？没有，刚才一个老师给我的，男子。干吃干吃啊！我们老师上课不能吃。你看小优在干嘛？哎，你不用撕腿吗？把你衣服弄一下。我已经撕了。你撕完了？你哭了没有？那你的一般前腿啊，站稳了。有没有喜欢我们小优的？这个漂亮。来，我们喜欢小优的扣波一。喜欢小优的扣波一，别到时候让他坐你背上来了啊！没有精英班啊，每个班都好，还是有蛮多啊。有给我们小优送礼物的吗？对，星星。小优，有人给你送星星。总共现在六个班，六个班。好，正经要先看你啊！翻人翻腿都站一站，变主力腿，站直。你不一定要翻上来，没关系，先把主力腿伸直了。我们脚尖。对，我们要求学生都要化点妆。你往前走一点，你往前走一点。灯光到我们。哪个穿的？他穿的暴汗服。啊，穿的暴汗服。直接。可以看看老师吗？还没折。你要给老师戴墨镜吗？戴墨镜可以看。他们高考，高考生。看看乖乖。乖乖这么硬啊！搬起来嘞。又提示了，我又要跑路了。去别的班，隔远一点啊，应该没事。山上没有海，这是山上没有海的班啊。看帅帅。甩甩刚从门口走出去，校长班，校长班人少，不是讲他是精英班，人少，校长班只有六个人。
来我们看一下小优啊，皮斯鱼刚看完，刚看了皮斯鱼的吧，对，今天开了个校长班，名字还没有取好，大家能帮我们取个名字吗？还没有取名字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习乐班，预习的习，勒住了，压住了，对，我自己上课，主要是画画画图上车立起来，谢谢易江南，搞笑吗？邓紫小优，朱梦莹在哪个班？朱梦莹怎么了？哦，朱梦莹过敏了，去医院了。你就这样保持啊。喜悦，你看我不是宣腿，跨越的越，喜悦吧，再往里嘞，是的是的，你看小优都没感觉，对，我因为我这几天上课没时间补，朱梦莹是这个吧，哎，朱梦莹是这个吧吗？是的是的，是喜悦吧，刘老师的吧，他过敏了，他说好了，然后我让他吃点药，好像还有点痒，这个肯定要哭脸了，放再放下去，你自己放先把它放下去，校长们试试，校长们是唯一，后背立起来，然后轩轩好了吗？你们认识的就是放下去，自己再放，把手拿开，对，等小雅回来，比昨天要好点嘛，我没见到他，我没见到他，大家帮我们点个赞啊，双手关着，铁粉们帮我们点个粉丝团灯牌，不是因为他们穿了舞鞋嘛，舞鞋还是每天穿，他脚下比较脏，我们男老师一般就没关系，女老师爱干净一点，就因为他那个衣服怕弄脏了，铁粉们送嘉年华，没必要没必要，一个星星就足以啊！谢谢送的星星，神图。谁呀？文轩，你妈妈来了，好像，好像是你妈妈，我刚才好像看了一眼，你妈妈抖音叫什么？踢旁腿，踢完踢杆，直接在把上，一只手的杆。是的。膝盖蹬直。是的。空板锅。五一。膝盖蹬。还好嘞，没哭脸嘞。看来还是不够痛嘞。尤老师说最爱哭的就是他，一撕腿就哭。下次再蹬直。六一，六二，六三，六四。长得真像。是吗？很勇敢。还不错。包金池在哪？包金池在，在知河班。我们在开播就是先播的他们那个班。小优在这里。小优去哪里了？小优，在这。小优。洗眼睛，怎么往里嘞？这个叫喜悦吧，还可以，赶紧踢腿。快！
小鱼干丝丸。看效果。来，我们想留在这个班的请扣一，想去看隔壁校长班的请扣二。一般校长班不让看的。没有的可以扶墙一样。扣二，一二好像差不多哎。我们听榜一的吧，啊，听榜一的，好像一二的差不多。我看榜一是谁？榜一，一江人，一江人在吗？榜一。榜一说一下，换不换？左腿。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别打了，小心你的脚下。小榴莲，小心你的脚下，小榴莲。你往前上一点。还有叫小榴莲的是谁啊？这名字，小菠萝蜜嘞。在这上一对一好苦，那一对一是的，一对一什么都好，除了烧钱什么的好。一会回来哈，好的好的，欧阳，六个人哦，晓得吗？六个人唯一。今天第一天开班，看一下亮文会。是的，住宿我们必须住寝室。看一下轩轩，轩大宝贝，哎呦还可以啊，没哭哎。唯一的哭了。这怎么生无可恋了？啊？唯一的哭了。还可以了。哎，还可以啊。它是软的，它是软的，有软的软的。你看这轩轩的腿太长了，不够屏幕不够它摆呀、啊。看到这样子好像不够疼。等一下问一下疼。哇，这是什么来了？金火箭，闪电登场，观音大佬，金火箭。我们直播间来大哥了。是的，这是校长的，六个人。对，他之前学拉丁。哭脸了、啊。哎呀，好丢脸啊！好痛。吃到一百八了。吃到一百八没有？哎。还可以，不是。轩轩妈妈来了。这是。来，轩轩。打胯吧，打胯吧。踢下盘腿，打打胯。大宝贝轩轩。嗯。不是最厉害，你妈妈给你送礼物了，轩轩。我这里管理员有啊，管理员都在上课，都在上课。本来这个晚工是我上，那我让尤老师帮我带一下，因为几天没播了。又来了，点点，谢谢轩轩妈妈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这横站可以啊，你打胯，你这还压什么腿呢？车
干旋。又被关了。打话打话。打话，在这边吗？我先看一下。哎，看来这个版也播不了了。我怎么晓得？人一多就是这样，真的。应该不是哭声。你等一下，转开眼角，这个手就交通不够，再转。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他就跑路了。你不要把台词移一下，他心都碎了。今天直播是不是？这不是您造成的吗？没人播，我去年的课少一点，今年我专门开了一个班，陪着六个人啊，你看每天，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播，白天没时间了。等暑假应该小雅来了还可以播。打胯打胯，用力打，红脚。选人选人啊，然后费用会高一点。费用要多一点，然后选了，你比如轩轩是条件好，但是他是零基础，我们选了六个不一样的专业的。到时候看可以给他们带个什么样的成绩出来。唯一在这里啊，绿裤子的是唯一。断了怎么办？断不了怎么会断了？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，老朋友帮我们加个粉丝团灯牌，加个粉丝团灯牌。他为啥穿绿裤子？他穿的是暴汗服减肥裤啊。其实穿这个裤子很难受的，出汗啊这些都憋在里面的，就是没有开啊，真没有开。不是不是，就是还是比较有潜力的，这几个比较有潜力的。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声源点，每个声源点挑了几个，挑了一个过来。快打！谢谢布拉送的，真好看。我玩去吧，再踢踢狂腿，你过来，就你了。喂，好。为什么没有跳舞的？我们现在上的是晚功啊、哦，晚自习。谢谢布拉。对，刚才已经提示了，所以我只能远一点拍他们。大家有没有给我们送这个练小脸的？有的话，我会尽力。这再高一点了，你哪有这么高的胯，找地去，红脚脚尖分班了，已经分班了。这些都是碎，不方便说年龄啊。谢谢送的加油呀。这个班级不能看了吗？这个班级怎么了？哪个班级怎么了？这是还没有取名字的吗？谢谢送的星星。你在干嘛了？来打吧，所有人不躲地，一起。
好了，我们看小谢去吧。啊？怎么？水在走，空气比较大是吧？我这个空调开大了，开两个股，关一下嘛。看着吹干了。我上课一般不准他们吹空调。轩轩，看一下他进步。膝盖脚背好多了。上找用劲，可以天天练，打横叉，你使了劲吗？又看小谢，好，唱一下。对，唱一百下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你怎么那么高？你刚刚撕到底了呗？唱唱，把手放上面，往下掰，放松放松，唱。还是有点硬的。每一个打到地的，啊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这个软度好一些。你们应该是手拿开，他的腿可以直接放到地上，那个软度达标，就漂亮了。老师每个都撕完了，都哭了一遍了。校长长得不帅嘞。好，去，马上，十四，来准备。主播是换一个，主播只会讲笑话。头像是校长，是软度达标了，还要继续，要的要的。这个舞蹈啊，就好像艺术一样，它没有什么达不达标啊，它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有高分，没有满分，永远的。我抄过来了是吧？每天播，每天播，坚持播啊！每次我开播，你来当榜一嘛，你就可以了不？是要下播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八点半，他们应该要九点，九点钟还能播一会儿。大家想留在这个班的请扣一，想换班的请扣二。锁在这，过六七八一，打开，腿一拍，打开，过六七八一。想换班的请扣二，留在这个班的请扣一。啊，好像二多一点。又播一会儿。三，五，四，八。看小谢，又看小谢。六七八。好像二还是蛮多的。好。谢谢我超哥。你这是什么造型？好，再来，再来。你稍微撑一点点嘛，你假如你趴不下去，就得打开，推开你趴不下去，你撑起来往前趴一点。想看看包包那个班，包金池是吗？好，大家稍等啊，我们现在换班。现在换班，大家稍等。这是我们学校大厅。大家稍等，有六个班，现在
谢谢送的大啤酒，谢谢我超哥。一个班有多的有少的啊，少的有六个，有十几个的，最多的二十个。那大家分小歇在这里，我总是看有人录屏，是的，很多，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火的啊。他们很多录屏录我们的都已经火了，去年香香才是玩到，是的啊，我们去年三个玩到香香、王昭君、小雅。今年有复读的吗？有，还没来。王昭君毕业了。还考吗？这个位置有点考，考到十级，还考不考？还考不考？因为我们隔壁是一个文化学校，他们装了屏蔽，一个班二十个。也没考，是的，装了屏蔽。这个班网络不好是吧？这个教室是有的。老杨给香香做什么？我跟他爸爸说了，我是建议他复读，他不每天在开播吗？其实香香并没有跟我发消息，他可能不好意思，他觉得他文化没过，我也没有去打扰他。看小优，对啊，我建议他复读啊，我是建议他复读的。小谢那个位置太靠里面了，有点信号不好。这是谭慧玲的班，谭慧玲。是的，是的，香香是转过来的。其实小白他们我是从初一啊，初一带的小白。这是辣椒油的班，辣椒油今天哭脸哭得要死，他们现在准备跳流行舞了，所以换了衣服了。刘鸿明好像是在喜悦班吧。这是星星班，谁是艺校生？香香吗？香香算是艺校生，但后来艺校改制了啊，改制了，课减了，也不算艺校了。看小优，又看小优，我们最后再走一圈啊。昭君什么？香香跟小白他们，昭君他们是同学。昭君我没有带过，香香跟小白是在我的班，然后我以前是有单位的，单位然后没搞了，然后开了培训班，就是这样。谢谢。送的大啤酒66，
看特哥，特哥不在。活动一下，快点。W I N。靠，我认识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谁。对呀，过来。谢谢你送的啤酒，考完试了，那就是还在读大学呗，还没毕业，大几了？星海大几了？没有艺校了，今年没有艺校。我告诉你，告诉你就知道。你这个号是个男生啊？是男生啊。听我说规格，别乱坐，坐下来，坐来的。赵军没过，没有了。杨老师带个产物，最后一。稍微跟上一点腿，一拍走，走，主画走，一往上站。我要一拍干嘛？一拍是并着腿的。主播是笑着吗？主播是笑着长大的。不是笑容，是笑着长大的。大家帮我们点波关注，点个小欢心啊！手腕上推上来，你看没有？捂住，看到没？推到这儿啊！我要你是，你不要跟大腰这里耗多久，这不是练大腰，我说一拍顶胸腰，把你胸腰的膀子给我拉长，胳膊不要弯，一拍跟直膝盖，一不许慢，谁慢腿会打断，走，来走，一往上抬，在这儿，当然去了，胸口胸要多好。然后起来走，然后再天生的胸腰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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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晕了，你不是也憋气了？又晕了吗？刚才那些气太猛了。哎呀，不能超过十五秒。真的。刚才那一下太猛了。正常呼吸，用鼻子呼吸，好吧？知道怎么做了吗？我记小心点啊。能记住，现在去取，可以，现在来还有用。这是新舞蹈方式的，今年新加的。去年没有。我等下来谁说话？您谁说话？当然不是四件事。要来就要现在来了啊、哦！来晚了就没有，就很难解决。你别紧张，陈哥不上课了，真的。我有一个班在隔壁，只有六个人。黄文帅，黄文帅，那个教室信号不太好。下一位。你怎么进去游了？老师。有没有叫我们？还没有。其实我是看他们自己啊，我也不想给他们太大的压力。他们几个确实文化不太好，专业我可以把他们练到天花板，没用啊，他们文化过不去。所以还是得要自己真正的想复读了，他才能练得出来。这是谁的？我们场上没有海老。还好，小刘这个担心啊。这个 WIN 你是哪里人啊？你转过来吧。文青点，你别害怕。我以为是就在这儿好久。刘哲老师确实漂亮。哎？你怎么样了？干你妈妈问你。打针。打了针吗？我可没约上啊，明天去。嗯。压腿疼啊。小优，对啊，小优在这。记录一下我的手臂的肌肉是谁啊？我操，小优很多，我给你检查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给原地换队。刚才又被提示了。我轻一点，你再动一下我就重点。去小优那里，我送你。要快点，小优。小优。下一位。你的粉丝来了。这甩甩这些大衣服，我的天哪！给你送脸脸，你咋了？怎么哭脸了？塌了还是软？湿了腰还是湿了腿？是肩啊，哎呦！
我不连了。刚可能是时间这个动作被识破了。哎呦！这个肩真好，没感觉。去吧，来位挑胸腰，大哥。小优越看越可爱，对呀、啊，小优，小优的粉丝可多了。14000的粉丝，他的粉丝比我的精确度要高，是啦，就是失哭了嘛。谁呀？林黛玉啊，被谁吓到了？大哥，谢谢易江南。哎呦，花环带到我们长沙没有海老师头上去了。长得好看就是流量明星，累啊，肯定累啊，你们以为不要使劲啊？碰到软的还好，不用使很大的劲，有的碰到硬的根本搬不动的，全身的劲使上都搬不动，毕竟这么多人呢，你们看看，老师这个动作第一费手，更重要的是费腰，你看他这个位置发力，他使的是腰子上的劲。我每次办完这个动作，我觉得我的腰比学生的还疼。杨佳怡是谁？小优的账号好像是小优，然后加一个波浪，一个14000粉的，好模糊，我不能拍近了，今天已经被提示几次了啊，被关了2次30秒，关了1次10分钟，今天最多已经达了几千人了本来，然后被关了，没办法。赵佳怡，我不知道这个人。